Today's words of wisdom, we become Buddhas upon receiving initiation, will be presented in Formosan or Taiwanese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ox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Thai, Turkish, Urdu, and Spanish. Formosa, Taiwan, 葡萄牙文美丽之岛，位于环太平洋火山的西边角。因为地层板块运动不断地在进行，形成岛上雄伟的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的景观。波摩沙四季分明，包含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带气候。差不多18400多种野生生物住在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濒临绝种的生物。其中有虎袋、福尔摩沙台湾山羊、福尔摩沙麋鹛、福尔摩沙乌熊、南北鹇、地滴、雪山草龙等等。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的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绵绵山脉，美丽的瀑布，甲精雕又刻的寺庙。福尔摩沙文化多彩的岛主，来自无同款背景、甲地区的人，汇聚此地，亲像原住民，早期中国南方福建人。客家移民、荷兰人、西班牙人、甲日本人，以及远近的中国大陆移民，拢对福尔摩沙的发展贡献真多。客家文化、台湾本土文化、甲中国大陆文化，拢合作一个丰富而且多元的文化甲社会，无论是宗教、建筑或者语言。福尔摩沙行行齐全，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秦汉不祥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寺的时阵，有一顶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的指引，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傅教因观音静坐法门。由迄个时阵开始。清汉不祥师传授观音法门，和福尔摩沙新千九万的真理对境界。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根甲因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清汉不祥师慈悲的礼物，分享予这个世界，甲已经准备好要登去自己内在天国的人。除了分享伊的见解。以及人性的智慧，青海无上师也在福尔摩沙各地支援赈灾活动，而且进行人道援助。发生自然灾害时阵，更加是全力救援。由于伊的爱心典范，甲高贵行迹，咱福尔摩沙世界会会员也热心参与照顾同胞以及关怀世界各地人民的活动。感动于因的信心，甲对内在天国的知识，以及开悟的心地渴望，清汉不祥师自问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谛远见。2007年初，清汉不祥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地的渴望，在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10000名世界会会员甲贵宾，伫福尔摩沙欢庆今年旧历新年。即马邀请你聆听
青海无上师令人开悟的精彩开示，主题是印心就成佛。1988年正月初一，讲在福尔摩沙新店。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it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This lecture was record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work with the public.Thus, the audio quality may not be up to the standards of present-day recordings.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印心的时候就成佛了，跟那个佛的大海沟通了，就我们变成那个大海的水了，一滴水呀，掉在海里面都变成海了，懂吗？这样子而已，跟海沟通就变成海了。那个时候还问我什么时候跑到海边去，在海里面慢慢来就消失了，都不见了，那个地都变成海了，懂吗？哎，一样，我们印心的时候，我们进入那个法海里面，佛海里面，我们变成佛了，我们力量不可思议，但是还没有用到而已，等时间到了就用到，就知道我们力量怎么大。现在不能勉强哎。即使你现在要用这个力量也没办法用得到，所以你不知道你是佛，这样子而已。时间到了，情况应该用，就自然可以用得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力量怎么样。现在要知道也不行，时间还没到，太早，因为没有用到嘛，在这里水好了，没什么要用啊。现在也用得到，但是你不晓得而已。会用了，打坐的时候利益很多众生啊。是，我们的震动力传发出去，发出去，发出去，整个国家亮出来，整个宇宙再一次提升。最好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会有我执。所以为什么应该修行做以后才能够成法师呢？才能够成名字呢，因为我们应该训练我们的我执，我们应该训练我们的个性，我们应该控制我们那个我执啊。我们丧失这个我执了以后，这个力量本来有了，我们用才不会有危险。比如说，小孩啊，爸爸妈妈给他很多钱，放在银行那边，等到18岁再给他用，为什么？钱也是他的，哈。从小也是他的，但18岁也是他的钱，但是他还没有到18岁的钱，他不能用钱，他会乱用。比如说他去外面卖乱七八糟的东西，浪费，或是他去赌牌等等哈，或是被人骗拿走啊。所以爸爸妈妈不让他用，但是钱已经是他的，那18岁的时候他才可以来零用。就是他结婚的时候，财产都拿给他，是不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他可以用了，训练好了，他知道怎么用钱了，他不会荒废，他不会被人骗。比如说这样，你们现在跟师父一样啊，没有什么不一样，差一点就是你们不认识，你们也不晓得怎么用，就是你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力量，懂吗？慢慢来，因缘到了，就忽然我们度众生，那个时候越来越知道，我们的钱用不完，我们力量不可思议，成佛了，安心啊。OK， 好了，提到透明的身体，师父。光亮很大，比如说这样的，所以它变成一个赞叹的名字嘛。所以上过，我皈依这个，他赞叹他的师父啊，赞叹一位佛而已，但是好多瓶子嘛，他又慈悲，又有光，又有琉璃身体，又有好多其他的瓶子啊。
所以八十八佛并不是说八十八位佛啊，不一定，因为一位师父有很多品质嘛。我们有可能说，哦，师父你大慈大悲，你大光大亮，你大理大量哈，你大智大在哈，南无就一直说我赞叹嘛，懂吗？赞叹大慈大悲师父，赞叹无量无边功德的师父，赞叹啊、无量光的师父哈，师父就佛的意思，懂吗？所以他就变成这样了。南无大光佛，就意思说我赞叹我的大光大亮的师父，这样子的意思而已。所以很多佛的名字就是赞叹一位佛而已，那个毗卢遮那个最高那个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念好多名字佛就好多佛，不是这个意思，不一定这样子。所以有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有的观世音，有的是观自在，有的是四不畏菩萨，有可能他说南无四不畏菩萨，南无自在菩萨，南无菩提山琉璃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天寿天云菩萨，南无观自在菩萨，南无杨柳平那个平水啊菩萨，比如说这样，都是观音菩萨而已，懂不懂？所以八十八佛也是 一位佛而已，但是好多称赞嘛，称赞啊。比如说我们称赞一个美女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她好美而已，我们说她是什么蓝色的眼睛啊，都是蜂蜜蜂啊，是哈尼派美国人啊，他叫他的那个，比如说他的那个爱人呐、他不是说你是我爱人呢，他说你是我的哈尼派水果派，我是糖果派，是不是这样子？我是很甜的心 sweetheart， 那是好多名字了，懂吗？这终于是一个美人呢，他的那个爱的女朋友，他叫好多名字嘛，我说美女呀、爱妃呀、爱堪、爱卿啊，我的皇后等等，没有皇后，就是他就碰他自己的就变成皇后，比如说这样，都是他的太太而已，比如说这样子，懂？一样的情况啊。以前呢，又可能有徒弟啊赞叹他的师父嘛，赞叹好多名字啊，所以大光佛、普明佛，这无垢佛啊，还有什么八十八佛那个，是不是？所以八十八佛不是八十八个，一千一万佛也是这样子，赞叹一位最大的佛，他的品质那么多，他的能力不可思议，万能嘛。所以一个名字代表他一个能力，所以那么多名字这样子。所以上帝也是一样，有的人叫他阿拉，有的人叫他耶和华，有的人叫他上帝，有的人叫他一汪大帝，有的通通都是，懂吗？因为人家心里喜欢那种名字就叫出来，以后大家我的名字比你的名字好听。所以很可爱，真是好可爱哦。所以就是不打仗嘛。刚刚你讲佛不是八十八个佛，因为佛有很多品质，无名佛啦，是不是？无尽佛啦，婆摩罗巴赞叹相佛啊，是吗？是不是？是啊，赞叹光佛啊，摩尼庄佛也都是。欢喜藏菩提宝吉佛，一切世间的天上大清净佛，比如说这样子，倒是感官嘛，跟观音菩萨有三四个名字，三四二印嘛。阿弥陀佛，有的人是无量光，有的人是无量寿啊，有的人说阿弥陀佛，有的人说阿弥达巴，有的人说阿弥达佛的。感官的艺术了，以后就打架。
还好现在我们有字典呢、啊，我们可以查查看着啊，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啊，阿弥陀佛，是不是？阿弥陀佛，有的人说阿弥陀佛，啊，那个日本那讲什么？阿弥不苏不，阿弥达，忘记日本了。日本讲什么啊？好，南无阿弥陀佛。我刚刚来台湾的时候，看他们打火器，我也跟他们绕一两绕。我一直在南无阿弥陀佛，我说什么陀佛？我是奇怪什么念佛不念就是陀佛陀佛，真的念的变成豆腐哎、欸，是不是这样啊？奇怪，怎么是豆腐豆腐？啊，那么阿弥陀佛嘛，陀佛，那他这样子，好像念这样子啊，是不是？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啊，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清楚，台语更不清楚，越南话我们那个豆腐，我们说豆腐嘛，那我以为，哎，奇怪，怎么他们念越南话那些豆腐？豆腐嘛，越南文豆腐就是豆腐的意思啊，中国翻译过来嘛，你们是豆腐，我们是豆腐啊，是豆腐啊。那我一次看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豆腐豆腐，我是奇怪，中午还没到，怎么那么饿？所以大家为了名字，跟那个这里我们说水嘛。那个台语是罪，那个德文就是 Wasser， 那个法文就是l'eau minérale， 那个意大利文就 aqua minérale， 啊，那这样子就如果没有字典，以前就本来就没有字典了，所以打仗那么厉害，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好一点。所以啊，上帝啊，佛啊，都赶快来，所以有的人一开口听师父说上帝就敏感了、啊、你怎么想上帝呢？上帝，我说我讲你不要听没关系，哎，他们好笨啊，都是为了个名字打仗而已啊。我去那个美国去看那个法师，然后来的住在他的地方两天就不想带住我，他们问我，我讲我的事情，那时候他就马上明白，你怎么讲的上帝？好像犯大罪的样子啊！哦，我说那不要讲啊，你没有上帝是你的事情，我有，没办法，听懂啊？好不简单，让人这个是太笨了，太愚蠢的那个执着，太愚蠢那个长辈啊，不应该嘛。这个不应该啊，破开就好了，但是没有办法破，奇怪，你们能不能想象啊？那么简单的事，但是不能了解啊，令人很挫折啊，哈、啊，没有办法讲，因为从我们的看法来讲，好简单啊，是不是？好明白啊，但是他们一直绕在里面呢、啊，一直绕里面，没办法走过去。同什么法呢？懂？所以越修越无助、啊、越修行越孤单。这样子，摇头，禅不用语言。啊？是这个缺点就是个性的问题啊，习惯。这个也不是恶性，因为我们不了解，在想那个人是恶性。这个是因果啊的关系，成佛了以后，并不是说跟众生没有因果、啊，懂吗？因果还存在耶，所以有的人也要煞佛啊，有的人掉石头啊，释迦牟尼佛也头痛啊。他说，因为以前他用那个刀啊，踢那个死掉的鱼啊，这样子而已，有头痛三天了。释迦牟尼佛也有因果。
啊，他去托钵，上个月没有办法托钵，那人家说因为其他的人外道诽谤他，但是他自己说因为他自己的因果的以前呐、啊，有什么什么因果了，这人年轻有长进，嗯，还有他有的时候也会生气土地啊，懂吗？他骂我男啊，骂罗欧罗啊，也不是因为他恶心，也不是为他的生。哎，为罗侯罗，为我难奔，到因果的关系，众生的业障。所以对佛来讲，没有人有什么恶心，没有人有什么坏，但是因为没办法讲不坏，所以应该讲坏。为了众生讲的，为了众生等级这样讲，对佛来讲，没有罪，没有恶，没有善，到无恶无善，无罪。变成小孩一样，小孩他知道不知道有什么罪有什么恶？没有，天真烦恼烦恼就是这个意思。成佛了以后没有善没有恶啊，所以六祖慧能也说不行善不行恶，那个就是佛心，好吗？嗯，所以佛永远不犯罪，他做什么都不犯罪。OK，但是他不做，因为怕众生误会，怕众生不了解，他开悟，众生不开悟，所以任何东西他做也都很合法，当然这样子是很自然的事。嗯，哎，为什么了解不了解？是，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重点呢、啊，他们以为他们做，啊。那个被他们弄坏那个人也意外是他做，所以两个合起来造一种恨的气氛，懂吗？他找机会再来报复，所以才传来传去这个因果的轮车，懂吗？所以佛菩萨做什么都没有罪，没有因果，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他看的意愿很清楚，他不可以执着是他做这个事情，懂吗？他知道不是他做的，他很明白，所以没办法，他不进入那个，他不入起来，懂不懂意思？他知道明白不是他做，没有问题。众生不明白，他以为他们做的，所以他们有业障，所以应该用那个因流啊，每天用那个洗那个观念洗掉。今天你犯罪是不是啊？那你没办法讲给自己听说你没有犯罪。OK， 那做观念，洗掉那个概念，洗掉那个罪恶感，其他的没办法。洗到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可以洗，洗的习惯了，洗的以后洗的太过分，就只有观音留下来，那个罪恶感还没进来，观音已经洗掉了。懂不懂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罪恶感，只有观音的那个因流轮流去里面而已，没有罪恶感可以进入，还没有进入已经洗掉了，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够啊，还有很多神下来的那个罪恶感啊，所以因流罪是已经在了，但是还来不及洗那么快，以后我们洗很多很多，以后因流比罪恶感多，一进来就烧化，一进来烧化，跟一个人很饿哈，吃一点点东西，哇，好像没有事一样，懂吗？好，还有什么问题？了解不？玛丽亚，听懂吗 ？You understand really? Good， 简单的，真简单的代志啊，啊，可恶了。他相信师父百分之百，这个比有体验好。嗯，意思说，不要是说那个等级很高才能相信师父，懂吗？那个下意识很明白，才相信师父。其他的人体验一点点，就是赛给过阿修罗地方第二的境界，还不明白吗？懂吗？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相信师父。所以不是看人的体验而已啊，体验没有是怎么样啊，因为阿修罗地方满满的体验呢，阿修罗地方有150多个境界、啊、
分那么多金主，一个金界有好多小小的金界哦，你要去玩的话，百千万劫玩不完那个阿修罗的地方，何况呢讲那个高等的金界呢？这体验没怎么样啊，就是有智慧或是没有智慧看得出来，相信师父就知道那个人因缘很深了、前世有修行了，然后还是有智慧很高，才能够听得懂师父的道理，才能够相信师父，跟弥勒日帕一样，你们知道吗？啊，他一出来就没有体验了，因为他师父没有叫他嘛，每天都打骂骂打赶走，啊，用重重的难受的法门呢、对待他，但是他一直还是相信他的师父，既能忍受那些很不难受忍受的那个情况。凡夫的普通的智慧不高的人呢，就马上离开了。如果不马上离开，三年离开，四年离开，七年都没离开。这样每天就盖房子拆掉，盖房子拆掉，被骂、被打、被赶走。任何的东西他做都不对，没有一天他的师父赞叹他。如果不骂的话，已经太好了，何况还赞叹他？这样子他还忍受下去。体验都没有，没有教我有什么体验呢？每天都有那种体验，供浊到流水啊，整个身体都烧伤，一句话都不能讲，见师傅也不能见，懂吗？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求他什么法门他都不教。以后他就成大师了，到现在还出名，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不是体验就算，算体验就不算了，不够。大智慧的人都是这样，里面他的了解很清楚，体验不体验那个不要算那么多，因为有的人呢应该跟师父工作，应该跟师父定下来在这个娑婆世界，不能体验太多，体验太多他无法工作啊，那这最在哪里，懂吗？现在讲什么已经都不懂了，还等着体验那么多，那我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一个人，没有人工作，都脆脆在干卤水呢，喝干卤水，脆脆的，没有办法了。所以修行啊，有的时候不能有太多体验，因为我们有工作在这里，懂不懂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应该煮饭给人家吃，哈。煮饭的时候我们不能在那里享受那个山珍海味吧，我们忙啊，我们先煮饭给大家吃，其实那个口味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晓得是什么口味，放忙啊，快快快煮给人家，大家外面的时候哇，我们在厨房奇怪他们怎么有那么多体验，懂不懂意思啊？啊，就是这样。如果你要享受，你要穿好看的衣服，坐在那个桌子那边有人在侍奉你的话，你不能煮饭，煮饭就不能坐在那里享受高雅的那个态度和享受东西，让人家侍奉。一样啊，今天那些后天前天你们都去那里吃饭，人家都侍奉你们了，懂吗？在那里享受东西，以后回去。但是他们呢，侍奉你们的时候，他们不能吃，他们不能感觉呢，不能享受那个口味啊。你们享受的时候，他们不晓得你们享受是怎么样，懂？哎，很少有机会可以享受。你看师傅有没有机会可以入定啊？那么快，一入就嘣，那出来了，有时候很危险啊。所以也不敢了、不敢入很深、因为忽然出来很危险、对身体不好、会痛。还有师父又睡觉也睡不着嘛，是不是、他长期、本来师父休息一点，有没有休息啊？又照顾你们这里，又有人进来，不进来也不行。劫煞暗区他们也是每一个星期就跑来，
越觉下 越下来越累，每一次都是师父工作，没有一天我休息啊。就是打禅机也是师父工作嘛，刚刚讲好了，嗯，你们睡觉的时候师父应该工作啊，我们的本分就工作，不是享受。工作完了以后也可以享受，我们煮饭给大家吃饱了啊，那就我们就坐下来开始吃。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是真的不就是是没有人煮饭啊，应该有人煮饭啊，大家都要享受，那谁煮啊？供桌的人很小，做菩萨性的人很小，众生都是依赖佛菩萨，他不依赖自己，他也不勇敢去供桌，因为做供桌的时候不能享受，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嗯，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it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非常感谢有宽播意识的观众收看今日的智慧之语。今嘛，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的艺术。甲人生节目，九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您的心灵永远定睛在上帝无条件的爱海中。We appreciate your Earth Conscious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ecstatic realms.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your spirit be forever immersed in God's ocean of unconditional lov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